嗨，各位车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翰老师。我今天要来跟各位说啊，我们希望啊，各位车友，如果你是新手，提供影片给我们，我们来做一下新手常常就是会发生的问题，然后我们把它抛出来，然后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来提升我们整体的技术，好吗？希望各位新手，你只要是第一次接触卡丁车，你有录影下来的，或者是你刚从出租车跑到竞技车，或者是你只要对这个车子没有很熟，你觉得你常常在犯错的，你还是属于很新手的，欢迎你把影片寄给我们，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就是新手常见问题，然后我们来解答，然后一起来提升，好吗？那如果是老手，影片就不要寄过来啦 ，OK， 会收钱的，好吗？开玩笑的啦，欢迎各位车友尽量提供我们影片啊、因为这个是我们剪辑师一个很好的想法。像我们剪辑师刚刚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想法，我也觉得这个不错。他说要不要来做一下台湾顶尖车手的排名？来做个大集锦、就是十大顶尖车手、把它列出来。你看我们剪辑师就是负责挖坑给我跳，对不对？那等一下有人没排进去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他等一下他们怎么会没有我，是不是？好吗？所以我跟他讲，这等我退役了以后再做，好吗？这样我比较安全一点， OK。好，那就这样咯，等各位新手给我们影片啦， OK， 拜拜。